好，所以刚刚程式的重点啊，重点就是你的那个亮度的变数哦，我们点灯点的是这个变数，然后这个变数里面的数字是可以计算、可以替换的啊，所以我们透过改变这个数字啊，增加亮度或者是减少亮度去改变这个数字、这个变数的值，然后点灯的时候去点它。那亮度就会改变，好，亮度就会改变。那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你里面在点灯的时候，你的数字不能超过255，好，不能超过255。那我想你们刚刚应该也有，前面的测试应该也有发现，哦，这个 LED 很亮的时候，大概超过100多之后，你就眼睛比较难察觉出100多跟200的差异，啊，就差异比较小，啊，因为那个 LED 太亮，眼睛受不了，啊，所以就看不太出那个很亮的部分的差异，啊，但是还是有微微的差异啊，那提醒一下大家啊，你在看那个 LED，如果 LED 太亮会伤眼睛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用一张纸把它放在上面，啊，它就比较不会那么亮，眼睛不会不舒服。好，所以不管你是怎么去变化，不管你是先加再点，还是先点再加，那等待放在前，还是等待放在后，啊，它都是这个巡回要做的事，都没有关系啊。但是重点就是你要确认那个超过低于零或者是高于255的部分是不能点灯的，啊，点了就会有状况。啊，然后所以你的这个重复的次数，跟你一次加跟减的数字，这个乘起来也不能超过255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刚刚前面的程式循序增加跟循序减少的那个程式很长，可是我们现在利用了回圈之后，程式变短，好，就变短了。好，所以你看。你的层次是不是就提升了？哎，你的发现你的写程式的功力变厉害了，好，功力就变厉害了哦。所以这个回圈可以多多的利用啊。电脑擅长的就是重复的事情，所以你只要把重复的规律抓出来，把它变成回圈，你写程式的那个行数就可以变短、变简洁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你看看，如果我要你改时间，请你把它变慢，这时候调整哪里比较快？调整这里，对不对？改这个数字就好了。啊，那这里就没有那么多个要改，只要改这两个就好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有聪明的同学，哎，我这两个可不可以用一个变数，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等待时间的变数，对不对？那我只要在上面预设值这边做一个设定，我就可以改一个地方，这两个地方就一起改掉，很好，这个就是变数的利用啊，变数的利用，所以这是可以用变数的。那这可不可以用变数？等待时间，当然也可以。那改变时间呢？当然也可以。好，所以只要是这个数字是需要被改变的，啊，如果它有规律。啊，如果它有规律，它是可以被直接用变数去做设定的。好，所以可以控制的因素呢，这些都是啊。那它们有没有彼此有关联？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重复跟改变的量，这两个乘起来是不能大于255的啊，所以它们是有关联的哦。啊，巡回的圈数跟你的改变的量一定要小于255，那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利用数学的运算去做处理，啊，它是可以利用数学运算去做处理的哦。好，那在这个例子来讲，我们如果直接改变时间的等待时间数，去调整那个呼吸的快慢，就会更方便，对不对？啊。好。
好，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再试试看，好，让你的呼吸的速度变得更方便，调整呼吸速度的方式变得更方便。好，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，让各位再测试一下。